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，净身神咒，一日洗身，以月炼形，仙人福气，玉女随行，二十八星宿，与我合行，灵宝天尊，安慰身形，弟子、众生、魂魄，五脏玄冥，青龙白虎，对仗纷纭，朱雀玄武，是为我身，急急如律令，净三业神咒，身中诸内净，三万六千神，动作履行藏，前结并后业，愿我身自在，常住三宝中，当于结坏时，我身常不灭，诵此真文时，身心口业皆清净，急急如律令，净坛神咒，太上说法时，经中响玉音，百会藏九地，群魔护千灵，天花散法语，法鼓震迷神，诸天更善哉，金童五摇琴，愿清八霞光，照一归一心，早法大法告，亦是五云身，急急如律令，净坛神咒，太上说法时，经中响玉音，百会藏九地，群魔护千灵，天花散法语，法鼓震迷神，诸天更善哉，金童五摇琴，愿清八霞光，照一归一心，早法大法告，亦是五云身，急急如律令，安土地神咒，原始安镇，普告万灵，阅读贞观，土地指灵，左摄右记，不得忘经，回向正道，内外澄清，各安方位，备守坛家庭，太上有命，搜普邪经，护法神王，保卫诵经，皈依大道，元亨利贞，急急如律令，敬天地神咒，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消散，动中圆玄虚，晃朗态圆玄，八方威神，使我自然，灵宝天尊福命，普告九天，甘罗达那，动刚大圆玄，斩妖缚邪，渡人杀鬼万千，中山天尊神咒，元始天尊玉文，持诵一遍，却病鬼延年，暗行五月，八海之文，魔王束手，是为我宣，凶会消散，道气长存，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，金光神咒，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我神通，三界内外，唯道独尊，体生金光，复印无身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，养育群生，受持万变，身有光明，三界侍卫，五帝四营，万神朝礼，一时雷霆，鬼妖丧胆，精怪王行，内有霹雳，雷神隐明，动会交彻，武器腾腾，金光速现，复护真人，急急如玉皇上帝律令，开经记，寂寂至无踪，须至结任阿，豁落洞玄文，谁测此幽霞，一入大成路，熟记年节多，不生亦不灭，
玉生英莲花，超灵三界图，慈心解释罗，真人无上德，世事未仙家，恭请玄天上帝保告至心归命礼三称，混元六天传法教主，修真悟道，嫉妒群迷，普惠众生，消除灾障，八十二化，三教祖师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三元都总管，九天游意识，左天罡北极，右元大将军，震天助顺，真武灵印，福德衍庆，仁慈正烈，邪运真君，智士福神，玉虚石像，玄天上帝，精雀化身荡魔天尊，元始天尊说真武妙经，仰起玄天大圣者，北方人鬼智灵神，精雀真尊因化身，无上将军号真武，威容鹤翼太阴君，列素须为分秀气，双金彻电伏群魔，万骑如云威九地，紫袍金带配神风，苍龟巨蛇捧圣足，六丁玉女左右随，八杀将军前后卫，消灾降福不思议，归命一心金凤礼。尔时元始天尊于龙汉元年七月十五日，于八景天宫上元之殿安享五云之座，与三十六天地师及真人无量飞天大神玉童玉女侍卫左右，一时同会，鼓动法音，天乐自享，大众欣然闲听天尊说无上至真妙法。事实上元天宫东北方大震七声，天门忽开，下观世界，乃有黑毒血光汇杂之气，悠悠冥冥从人间东北方直上冲天，盘结不散，大众闲惊，默然不敢意问。实会中有一真人，名曰妙行，威德充沛，诸天尊仰，跃班而出，只见长跪上白。天尊曰：况此境清净，太阳道尽，何得有此黑毒之气盘结冲上，是何意因？唯愿天尊至圣为众宣说，绝其疑虑。天尊告曰：汝等妙行，能为众生发问事由，汝当复作静默安神，吾当为说。天尊曰：下元生人皆秉清净因晕，真意之行悉备三万六千神器，福为其身，今以阴阳数尽，劫运江中，魔鬼流行，幸从邪道，不省本源，产求于福，昏迷沉乱，不忠不孝，不义不仁，好乐邪神，导计魔法，今为六天魔鬼往所伤害，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未尽天年，横被伤杀，本非死期，魂无可脱，鬼毒留盛，死魂不散，怨怒上冲，盘结恶气，汝当自知。于是妙行真人与诸大众闻是说，以心大惊，怖欲请天尊威光暂降下方，收除魔鬼，救度生人，拔济幽魂，去离邪横。大众怀疑未敢，天尊告曰：不劳无威神，此去北方
自有大神将，号曰真武，步重勇猛，即能降伏邪道，收斩妖魔。真人上白，天尊曰：不审此位神将，生居天界，修何道德，位于神将。天尊告曰：昔有晋乐国王与善圣皇后，梦吞日光，觉而有身，怀胎十四个月，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建成，初三日午时，诞于王宫，生而神灵，长而勇猛，不统王位，唯务修行，辅助玉帝，是断天下妖魔，救护群品，日夜于王宫中发此誓愿，父王不能禁制，遂舍家辞父母，入武当山中修道，42年功成果满，白日登天。玉帝闻其勇猛，叱振北方，统摄真武之位，以断天下妖邪。真人上白天尊曰：如何得此神将，入于下方，收除魔鬼，救度群生，免遭横死，日有所益，福愿大慈。天尊遂其所请，天尊乃敕右侍御童持照真符一道，进往北方，召其真武神将，其神蒙召，不领神众，进往。天尊前长跪，臣以奉玉帝敕命，为镇北方，今日何缘得睹此言，特蒙符照。天尊告曰：吾于上元宫中大会说法，忽下方黑毒怨气冲上天界，大众贤惊，汝以往臂收断妖魔，拔济魂爽，真武神将敬奉天尊教敕，乃披法显足，踏腾蛇八卦神龟，不领30万神兵，巨求狮子，毒龙猛兽，前后倒从，其道下方。7日之中，天下妖魔一时收断，人鬼分离，冤魂解散，生人安泰，国土清平。真武神将与诸部众还归上元宫中，朝见天尊曰：昨奉教命往下方收斩妖魔，仗此尊力，乃于7日之内，天下邪鬼并皆清荡。天尊曰：善哉，汝等诸神得无劳乎？于是真武神将乃交干布斗，魁罡击指，上左天官而作咒曰：太阴化生，水位之精虚为上阴，龟蛇合行，周行六合，威慑万灵，无忧不察，无怨不作，劫中劫始，减伐魔精，救护群品，家国咸宁，树中墨甲，妖气流行，上帝有敕，无故降临，阐阳正法，荡邪辟兵，化玉离照，邪赞中心，敢有小鬼欲来现行，无目一视，五月催清，奉礼咒曰：太初太易，无相无形，莫知重浊，只变清清，无余混沌，分歧昏明，天得以见，德得以宁，明得以养，物得以蒙，邪得以正，
神得以宁。三才之内，万类咸亨，太仆既散，仁义乃兴，礼乐既作，奸邪思行，六夷或失，四民有争，上不宽恕，下不忠贞，或魔或鬼，或妖或精，自横荼毒，干扰生民，全家疾患，累岁官刑，财物耗散，骨肉伶仃，性命往事，灾祸相迎，会杂之气，上达天庭，天尊有命，令予安平，有妖皆减，无鬼不烹，瘟疫之力，束手扶阴，鬼精灭爽，邪魔摧清，吾有十万力士，五千万兵，天上天下，从吾降生，惧我者灭，奉吾者生，恶吾者辱，敬吾者荣，礼吾者受，非吾者轰，吾有赐令，人鬼咸听，急急如律令。又咒曰：北方玄天，遥遥神君，一千变化，玄武灵真，腾人倒地，驱雷奔云，对仗千万，扫荡妖分，雷公侍从，玉女将军，鬼神降服，龙虎前奔，威震五岳，万灵贤尊，鸣钟击鼓，游行乾坤，收捕逆鬼，破碎魔君，除邪扶正，道气长征，急急如律令。天尊告真武曰：自今后凡遇甲子庚申，每月三七日，宜下人间，受人之教纪，察人之善恶，修学功过，年命长短，可依无教，供养转经，众真来降，魔精消服，断灭不祥，过去超生，久忧习对，见存祸庆，天下和平。尔时妙行真人与诸天地，无量飞天神王，真仙大众，闻说莫不欢喜踊跃，一时作礼赞叹功德，我等今日蒙大法利益，勤于人世，救护众生，令得免三灾患难，个个受持，稽首奉行，真吾神将，再奉天尊教敕，永镇北方，奉辞而退。原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中，稽首稽首，皈依无上道宝，当愿众生常侍天尊，永脱沉沦。稽首稽首，皈依无上经宝，当愿众生生生世世得闻正法。稽首稽首，皈依无上师宝，当愿众生学醉上乘，不落邪见。